咋了？你住的草原里面有蚕宝宝吗？就知道吃，姥姥今天给你做个洗衣服的。这玩意能洗吗？你小子，姥姥今天给你长长见识。姥姥，哪有用这种肥皂的？你在城里没见过吧？三万年就知道神奇了。把水分挤干净，用碱水给它融化一下，哇塞姥姥这好下奶呀，好想吃，马上你就知道肥皂是怎么做好的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、哦、到模具里放凉就可以了。姥姥，这是给你买的新手机，就在我玻璃台转转上换钱，下单师傅免费取件，新机中还有补贴，比门店高好几百呢，特别好用。香豆原来是这样做的，看着好想吃呀。这下长知识了吧。